其实是这种就跟练拳一样，就是你那劲儿怎么能够顺着。你们俩先活动活动，先活动活动。他意思你别的，这个就是杨老师，杨老师简直是大太师。是一个，哎，对，杨老师我不怕的，没事。不是你不怕的，是你想怎么着？你想出的不是，我想试一下被。被打出去的感觉啊，被打出去的感觉。如果想是被打的感觉，你就实打实的想是被打的感觉。耶，你们再听这个劲儿，因为太拳劲儿变化太无常了。如果是你少一变，它就会变。所以呢，听这个劲儿呢就不变劲儿，就是听这个劲儿。啊，你变了，它会用别的方法的。对不 对, 对？你变他变，那么我们说劲儿就是这个劲儿。说这个劲儿就是这个劲儿。你这个手过来，那我是一直顶着吗？哎，啊对。对，那你这过来的时候，他打的，你有时候刚才跟那个谁也是一样，已经是这样了。后边儿，后边儿点儿，就转身。我这给，你我这让他你挡住我，哎，你这边，你绕个方向，你非跑往后头干。我在那里呢。哎，这体会到了吧？体会到了。哎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这个动作挺舒服的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不是，这东西它是挺舒服的，在身体里喘过来这劲儿。哎，凉快点，凉快点地方，凉快点地方。